今天去上马术课，可惜太遗憾了，居然是下雨天。下雪了还？现在又是下雪又是下雨，我都不知道等一下我马术课该怎么上。居然还下起了今年东京的第一场鹅毛大雪。先五 KSK 一下，拿一下我的卡，准备换衣服咯。这应该是我第二次穿雨衣上骑术课了。先确认一下我的马，到马厩去找一下我的马，然后开始装马鞍。哦，对，那个马厩，叫我感觉好。找到我的马了，他好像刚刚工作完哎，有人在帮他擦身子。この子はあんこ色と、あ、はい。大爷应该不知道他接下来还有课。居然把他身子都给擦干净了。啊，いよいよ、そこまで洗わなくても、これからまだレッスンあるし。大爷说他真的不知道这家伙下面还有课，所以要不然他就不会把身子给他擦那么干净了。少しぬるいやつ。出橋だからそんなに暑くない。希望今天也是一个平安的一天。马儿一直在滑动他的前脚，因为他刚刚工作完，所以他想要回家。再坚持一下吧，还有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家咯。开始装马鞍。不知道是怕它冷还是干嘛，这匹马是带有马衣的。都 OK 了，最后给他戴一下护腿和绑脚，然后套一下缰绳，就可以去上课喽。太勇敢了，我们冒着风雪交加上完了马术课，手都冻得没有知觉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帮你冲一下吧。我还用热水给他喝。咱们再喝一点吧，真是太舒服了，隔着靴子我都能感觉到那股暖流。最后还得帮你擦一下，怕你感冒了。都没人这样子给我擦过身子呢。梳头时间，有人帮梳身子应该会蛮舒服的吧。给他穿一下马衣，然后带他回家。马身上真的好暖和。お腹すいたね。拜拜，回家喽。还有别的同学在上课呢。马术课我上完了，现在准备开车回家。好冷啊！天啊，一直下雪，学校好大，脸都冻僵了。